我叫安乐。我叫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是工作不顺利吗？差不多吧，是。好，我是你今晚的酒保。我们即将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，你跟我倾诉你的问题，我负责倾听，价格还只是心理医生的十分之一哦。是，就是过去的一些事，我始终无法释怀。你就非得释怀吗？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有过去才会有今天，对吧？有需要就找我。谢谢。